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工程是正在进行当中，市议员林丽君伊就一直真关心这地下化工程会当应该引空。上个伫市政总咨询的时阵，伊就要求交通局爱来说明规划的进度。交通局长就表示讲，中央是已经核定400多亿的经费，有定伫2027年就会当完工。另外，林丽君嘛建议市府哦，爱来设计一只可爱个会当代表台南的吉祥物，营销台南以外，阁会当邀请市民的认同感。台南铁路地下化延伸到永康新化地区，市议员林义进上午咨询交通局整个计划进度。交通局长林彦全表示，铁路地下化延伸到永康的经费，行政院一定核定，将会甲台南铁路地下化同步进行，预计2027年会当完工。到底什么时阵有可能行政院会当拍板定案？到底什么时阵？我能看到开始动工，开始叮当。我想这个代志是不是问一下林局长？谢谢。啊是啊，哎，多谢议员吼。这边迄个咱永康啊，铁路地下化的，讲咱那个北延的立体化这个工程的，第一哦，行政院已经核定啊，这前瞻计划已经核定哦，经费已经核定了。一般我们是9年计划了哦，大概9年计划。对。那等于是，如果从明年开始算，2018开始算，加9。对，差不多116年哈、哦。如果是顺利的话，116年可以、哦、那个完工。关心了较严肃的铁路地下化了后，林建也放日本熊本熊、台北熊镇、甲台中石虎等等县市的建设物，跟台南市陆续推出的几只吉祥物做比较，台南代理市长李孟燕也认为要改进的空间。就你的角度看，你像你跟芒果跟这个石母鱼，你可能还要再认一下下啦吼。那可是这四个样子，这四个这个吉祥物，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比较顺眼，或比较可爱，或比较萌，比较吸睛？我手上有以前台南县出品的黑面琵鹭，都差不多。如果跟熊赞比的话，跟熊赞比。跟熊本熊比，对，我们觉得还有改进的空间。是哦，我记得上一次那个高雄市也有曾经在网络票选过吉祥物，那他们选的是花妈，所以这个吉祥物的那个定义上面确实是代表城市也对了。那如果是说议员对这个部分很积极很努力的话，我们。在各个部会里面，这个局处里面也来思考一下。林建要求市府请专家设计一只真古锥，会当代表台南的吉祥物，唔来当协助市府推动市政，协助业者相关宣传，也会当让台南民众找回认同感。记者崔丽文、陈嘉生、齐奇辉采访报道。